下面我介绍一下太极十三式第十段的分解动作。从第九段并步十字手开始，第一个动作抱虎归山，两掌手心外翻，手心向外，掌指相搭，向右转腰，右脚脚尖点地，形成右虚步，右腿提起来落步，两掌手心下落下按，左腿扑出去，两掌向里相合，抱成十字手，起立。好，再做一遍，两手掌心向外翻，托起来向右转腰，变成右虚步，提膝落成左扑步，两掌手心向下下按，手心向上翻转，抱成十字手，眼睛看掌，起来。好，下一个动作右搂膝二步，左掌向下抽，手心翻转到左上方，右掌手心向下按在胸前，向右转腰，右腿向前上步，脚后跟着地，拳脚掌慢慢踏实，右掌搂膝放在右腿的膝盖外侧，左掌向前推出。再做一次，注意左掌向前推出，要走一弧形，从耳朵后方向前推出，直接向下再向上。再做一次，摸鱼头找鱼尾，弧线弧形。好，下一个动作手挥琵琶，从右搂膝腰部开始，后腿也就是左腿向前上半步，拳脚掌踏实，重心后移，右脚脚尖上翘，两掌手心向上落在腹前，两掌向两边分开，与肩平，向胸前双合，脚尖翘起来，手挥琵琶。再做一次，好，从反面做一次，两掌分开，右脚脚尖上翘，合，两掌两背向中间夹击。好，下一个动作蟹步揽雀尾，这个揽雀尾跟前面做那个揽雀尾有些区别，蟹步，蟹步就转一下身，转个方向，请看一下，
右脚横着向左上步，掌分开，画一弧向前膨出，再做一次，捋挤按。好，我从相反的方向做一次，卸步，两掌分开，两边脚横着落上步，这儿碰碰，捋挤按。下一个动作，斜单边，从揽结尾开始，两掌手心向外，重心移向左腿，向左捋，松腰，两掌翻转，向右捋，重心到右腿，左掌下按，右掌穿出，转一个平圆，变勾手，左掌手心向里，向上画弧，随之转腰转掌，前腿蹬成弓步，右腿变成弓步，再变成左腿，这是一个活步子，两边来换这个体重，再做一次，捋捋，注意这两腿变换体重，左腿右腿左腿。好，下面我把太极十三式第十段的动作连续的演示一遍，从十字手开始，抱虎归山，右搂膝凹步，手挥琵琶，卸步揽雀尾，斜单边，眼睛看左掌，下面我讲解一下太极十三式第十一段的分解动作，由第十段的斜单边开始。第一个动作，野马分鬃，注意右勾手变成掌，两掌同时变成凹形掌，到前边抱球，右腿提起来向前落步，两掌前后分开，
左掌变勾手，背勾在左后方，右掌翻上去，手心向外，放在头部的右上方。再做一遍，右勾手变掌，两掌同时变成凹形掌，抱一个球，右腿提膝上步，右掌上架，左背勾，眼向前平视。下面还是野马分鬃，我再做一下，重心在前腿，左腿提起来，丁步放在右腿的里侧，左勾手变成凹形掌，右掌下落抱一个球，左腿提起来向前迈步，右手变勾手放在右后方，左掌上架头部的左上方，眼向前平视。好，两个动作连续来做一次，上步提膝落步，上步抱球提膝，左掌上架，右背勾，好，两个野马分鬃。下面左右花圈手，从野马分鬃开始，右步向前上步，脚尖点地形成右丁步，两掌变成凹形掌，身体左侧抱一个花拳手，上右步花拳手翻转，右花拳手，再做一次，左花拳手，右花拳手，下一个动作，玉女穿梭，从右花拳手开始，左掌向左侧前方踩，左掌手心向下转一个圆圈，手心向上，右掌左掌手心相对，两掌两背向相反的方向画弧，左掌上架头部左上方，右掌放在右的腰间，向前推出，掌面向前，眼睛看右掌，这个这样做。好，我再说一遍，踩分，这个玉女穿梭，这个动作做四个，做四角，所谓四鱼，咱们连续的演示一遍。
第一个分捋下来，身体右转，踩分，踩手心相对，向两边画弧，推出去。最后一个，踩分，下面一个动作，摔剑诀，从玉女穿梭，第四一个开始。两掌变成剑诀，食指和中指伸直，三个其余三指并拢，变成剑诀，到胸前，右脚扣脚尖，从胸前向上翻出去两掌，剑诀。手背向下，向前摔。我再做一遍，两掌变成剑诀，也叫剑指。右脚扣脚尖，翻上去，上步摔。好。下面我把这一段几个动作连续起来演示一遍，从斜单边开始。野马分鬃，齐膝落步，齐膝抱球落步，左右花拳手，左右玉女穿梭，分推掌，捋下来，第二一个分掌的时候，两肩要打开，注意两肩要打开，捋，摔剑诀，下面我讲一下太极十三式第十二段的分解动作，从摔剑诀开始，下边动作大云手，两个剑指同时变掌，左掌穿在右掌的下边，向左转，右腿上步成钉步，左掌转一圆圈，向后推出，右掌曲肘向右方拉出来，再做一次，变掌穿，右掌穿在左腋下，翻转，向右后方推出，
左掌向左方拉出，动作是一样的，做三次。我再做一次，变掌，右腿跟上钉步，穿掌转，左脚向后蹬出，变成右弓步。下边变成正单边，从大运手开始，右腿向后撤，两掌掌心向外，向右捋，左掌下按，右掌穿出，转一个圆弧，变勾手，转出去，眼睛看左掌，正单边，再做一次，两背相反方向画了半个圆弧，左掌向上画半个圆弧，按下来，正单边。下一个动作，下式，也叫穿手下式。穿手，扑腿，下式。左掌推出去，右掌变勾手，勾尖向上，变成左弓步，右腿在后蹬直，再做一次，穿手，掌心向外，扑腿，勾手，下边左右金鸡独立，从扑腿下式开始，右脚跟上去，脚尖点地，左掌下按，右掌随右腿提膝向上立掌，好，再做一次，落步，右掌下按，左掌立起来提起，金鸡独立，好，两个动作连续做一次，穿手下式，金鸡独立，落步，好，下一个动作，并步十字手，落步，两掌手心向上，相搭在一起，两背向两侧展开，并步到面前，两掌相合，再做一次，落步，并步，两背向两侧展开，手心向里，
下面我把太极十三式第十二段的动作连续做一遍，从摔剑诀开始。大云手，做三次，正单边，穿手下势，右手变勾手，左掌推出去，左右金鸡独立，并步十字手，下面我把太极十三式第九段至第十二段的连续动作演示一遍，
太极十三式第十三段的分解动作，从第十二段并步十字手开始，阴阳混，左脚向上弹踢，两掌向里转一个弯儿，两手的指尖弹出去，弹掌的时候和蹬脚同时动作，踏，再做一次，阴阳混，弹，下一个动作，马步倒捻猴，这个倒捻猴跟以前做那个区别，它是马步，以前做那个是提膝虚步，马步倒捻猴，但是它的重心还在一条腿上，不能两条腿同时受力。好，跟着做一下，从阴阳混开始，弹，落步，重心落在左腿，右腿提起向后迈步，左掌手心向下，从耳后向前穿出，右掌向后拉，手心翻转向上，再做一次，俩手心向上，好，马步倒捻猴，做三次，再演示一遍，阴阳混，重心注意，退步到右腿，这两背要展开，手心向上，左腿提起向后退步，背展开，右腿提起向后退步，展开，马步倒捻猴，下一个动作，左右连环掌，从倒捻猴连续起的做，注意右腿重心不要动，左腿插在后边，两腿靠紧，右掌架在头部的右上方，左掌按在胸部的右前方，再做一次，插步，两腿直立，右腿向后插步，左掌架在头部的左上方，右掌放在左胸前，连续做一遍，往前画一圈，插掌，下面我把这几个动作连续起来再做一遍，阴阳混，弹，
太极十三式第十四段分解动作讲解一下。从左右连环掌开始，翻身撇身锤接上步栽锤，注意两腿直立站起，右掌变拳，左掌变拳放在腰间，撇身锤，上步栽锤，再做一遍，翻身撇身锤栽锤，再做一遍，两掌变拳，左拳抱在腰间，撇身锤，上步栽锤，下边整云手，左掌从右背下穿出，右拳变掌，向左转身，右掌手心向上转一个圈，右脚跟成右钉步，左脚脚后跟外展，右掌从左腋下穿出，手心向上旋转一周，同时右掌转一个小圆圈，再推出去，推掌的时候左脚跟上变成左钉步，左脚落实，右脚脚后跟外展，擦步，推掌，整一手从头做一遍。擦步转，擦步转，转掌时候俩腿尽量向下弯曲，好，整云手，下一个动作陌身下势，从整云手开始，左掌下按，右掌穿出，身体向左后转，扑腿，再做一次，左掌下按，穿掌，扑腿，下面我把太极十三式第十四段的几个动作连续做一遍，从左右连环掌开始，
太极十三式第十五段的分解动作讲解一下。从莫身下式开始。并步十字手，再做一遍。两掌向两侧展开，十字手。下面左右弯弓射虎两个动作一起来做。两掌变拳，右腿向前上步，两拳向左侧劈下，右拳向上架起，放在头部的右上方，左拳放在左腰间，向前冲出，右弯弓射虎，再做一遍。两掌变拳，上成右步，向前攻出，右拳上架，头顶的右上方冲出，左脚向前上撑左钉步，两拳向右后方劈下，左拳上架，右拳冲出。两个动作我连续做一下。好，下一个动作，上步右扑面掌，从左腰弯弓射虎开始。弯弓射虎，弯弓射虎，两拳变掌，左掌下按，上步右掌向前穿出，掌指向上推出去，右扑面掌，按推，再做一次。下一个动作，穿手下式，身体向左转，穿，好，下面我把第十五段的动作连续做一下。并步十字手，弯弓射虎，下面我把太极十三式第十六段，也是本套拳中的最后一段
分解动作讲解一遍。第一个动作，两个动作连一起来做，弓步推掌和上步七星。请看一下，莫身下势开始，左腿弓起来变成左弓步，右手变勾手，左掌掌指上立，眼睛看左掌，右腿提起来向前上成右虚步，两拳相叠在一起，上步七星。再做一遍，弓步推掌，上步七星。下一个动作，退步跨虎，从上步七星开始。左拳变掌，放在右拳的腕部，勾手一搂这个右拳，右拳变掌，退右步变成右弓步，右掌上架在头部的右上方。再看一遍，变成勾手，一抽拳的时候变掌，退步跨虎。下边跟步跨虎，从退步跨虎开始。左腿上成左钉步，两掌十字交叉，右掌还架在头部的右上方。两个动作连续起来做一遍，退步跨虎，跟步跨虎，跟步跨虎是背勾。下一个动作，右扑面掌，从跟步跨虎开始，身体左转，右掌下落到腰间，左掌按掌，右掌在左掌的手背上推出去。再做一遍，推出去，下面十字手，我做一遍，从推掌的开始，两背两掌上架到头顶分开，右步后退，向右转腰变成右弓步，两掌向下展开，分弯下画一弧，两手相叠在一起变成十字手，手心向里，左腿跟上去，两掌手心向下放平，慢慢下按，左腿向里并步，收势。下面我把太极十三式第十六段几个动作连续做一遍，从穿手下势开始。
下面我把太极十三式第十三段至第十六段连续演示一遍，从阴阳混开始。